全网吹最狠的九款遮瑕真人高清实测，这几款割韭菜专业户赶紧插出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会护肤更会保养的事儿逼大人。好的遮瑕对于咱们瑕疵皮那真是救命恩人，重生利器。但是垃圾的遮瑕也能让你的妆脏得像在荒岛求生。大人本着利人利己，为自己也为大家寻找一款完美遮瑕的目的，买了目前各路博主推荐最多的九款遮瑕，从遮瑕力、实际上脸效果和持妆能力三方面评测。测完咱就一句话，某些品牌要做点专业的事儿吧，改进产品，真比营销赚快钱长久。遮瑕力，常规操作，手指蘸取三次膏体来遮盖手臂上的黑线，同时记录计时和五分钟后的效果。事儿逼嘛，是得不同寻常点。计时那真是难分伯仲，一个个遮瑕卷生卷死。但是五分钟后，让我看看你们的真面目。除了毛戈平 GX 的遮瑕力和计时没什么太大区别，其他的七款，咱就是说着急成仙吗？怎么还羽化了？实际上脸效果。当然了，咱们脸上的瑕疵没记号笔这么深，实际美观效果还得上脸才看得真实。考虑到每个人遮瑕需求不同，每款遮瑕适用的瑕疵也不同，大人只能跪求集黑眼圈、凸起痘疤、褐色痘印和泛红于一身的小刘上脸实测。看在小刘洗脸到崩溃这事儿上，秋哥一键三连不过分吧。先说几个一上脸就让人觉得糟蹋钱包的。橘朵，我无语，说好适合裸妆的自然色，涂上立马暗沉成水泥，原生瑕疵都没这色块扎眼，属于是转移焦点式淡化遮瑕了。三月兔，黑眼圈能遮个五成，其余仿佛遮了个寂寞，而且边缘很难晕开，中间又透的遮不住瑕疵，完美形成了一个遮瑕怪圈。这效果在你们评评理，是不是仿佛给自己的瑕疵圈了个重点？施佩妮，褐色痘印能遮七成，黑眼圈、痘疤、泛红不可，使用难点也太要求艺术水平了，这颜色太难调了，稍有不慎那就是家暴现场，家庭惨剧啊。安美，褐色痘印能遮九成，黑眼圈泛红能遮五成，痘疤不可，妆感也属实拉胯，肉眼可见的粗糙，把毛孔卡成小土堆，痘疤卡成黄土高坡。好了，让我们忘记几个雷品，来看看真正不错好用的遮瑕什么样。内可，褐色痘印和黑眼圈能够遮住七成，痘疤和泛红稍微差点意思哈，分量也是真的足，内可恒久远，一块永流传。 GX，褐色痘印能够遮住九成，黑眼圈、痘疤、泛红不行，不太适合眼下瑕疵重的，一整个眼下新闻放大镜。毛戈平，褐色痘印和黑眼圈能遮个九成，痘疤泛红能遮五成，妆感自然。小刘说遮完感觉自己支棱起来了，不去宇宙中心摇摆都对不起自己。耳木桃，褐色痘印能遮九成，黑眼圈泛红能遮五成，痘疤不可。但此处允许我稍微吐槽一下它的气味，感觉是82年的风油精还发馊了，酸冲酸冲的，使用好感度直线下降。Misting， 褐色痘印能遮九成，黑眼圈泛红痘疤能遮五成，这个妆效这个价格，我竟然觉得 Misting 在做慈善，而且它这个挤压包装还能一定程度上防止不用的部分被氧化，有被宠爱的感觉了。上脸结束，大部分遮瑕有优有劣，下轮考验再接再厉，橘朵和三月兔请出去，你们是隔壁派来的间谍吧。持妆能力，友友们，你们觉得遮瑕最重要的是啥？除了自然，我觉得就是持妆能力了。毕竟遮瑕痣的地方非干即秃，那一脱妆斑驳，就好像没刮好腻子的墙面，直接心情爆炸。由于这九款遮瑕上脸一小时后的妆感目测差异比较小，所以事儿逼的大人不得不搬出这位挑剔的老朋友高倍镜。高倍镜下一小时后遮瑕区域还能保持比较完整的有 GX、耳木桃、橘朵、毛戈平。毛戈平属于是刚上脸有些卡粉，但是一小时后反而很均匀的越夜越美丽型选手。其余五款均有不同程度的脱妆现象，除了是否脱妆，暗沉程度也是持妆的重要考核标准。为了准确告诉大家每款遮瑕一小时后暗沉了几度，大人特意斥巨资买了潘通的皮肤色卡，没错，就这100多张纸花了大人500多，结果真是离谱，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，没有一张颜色对上号，请大家把老倒霉蛋打在公屏上。虽然原始的方法不能准确的看出暗沉了多少，但是可以直观告诉咱们看到哪些遮瑕需要快跑，是的，就是你橘朵。其他遮瑕的暗沉尚且可以忍受，橘朵那是阳间和阴间的差别呀。这里着重表扬下 GX 和毛戈平，一小时前后基本没咋暗沉。想到友友们还得戴口罩，大人决定再加试一场，评评防蹭能力，拿纸巾按压一小时后的遮瑕部分，看看哪款遮瑕依然坚挺。带下来的粉比较少的是毛戈平、 Misting、 三月兔和橘朵，后面两位这么难看的妆效还能焊在我脸上，真是辛苦了。最后总结，要说的都在打油诗里了。毛戈平挺不错，缺点是贵，我不配。痘印姐妹 GX 注意防蹭也还行。全面遮瑕看 Misting， 但是色号要选对。这些遮瑕赶紧跑，吹得再牛也别听。橘朵暗沉太可怕，改进改进再来评。三月兔真的挺无语，遮瑕不行还卡粉。适配你给我直接露，懒人遮瑕还得配合您。这期测评就是这样了，家人们，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，给大人点个赞吧。